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至关重要且充满挑战的话题，那就是美国与中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根据美国副国务卿科特·坎贝尔的说法，当前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超越了冷战时期的任何威胁。坎贝尔强调，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涉及全球科技和经济的多方面竞争。 虽然拜登政府声称不寻求与中国的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和国会成员认为，两国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一种新型的冷战格局。坎贝尔呼吁美国必须加快海军舰艇的建造，并增强国防制造能力，以应对这一挑战，并指出中国在协助俄罗斯军工方面的角色，这无疑是美国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 此外，高层会议和即将召开的四方会谈将成为美国增强与其盟友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关键平台。坎贝尔的言论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必须在未来十年内迅速增强其海军实力，才能在这场全球权力博弈中保持主导地位。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美国副国务卿科特·坎贝尔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了迫切的警告和战略的呼吁。他强调，美国面对的来自中国的挑战远超过曾经的冷战时期。坎贝尔的说法揭示了北京对俄罗斯国防工业的支持，这一切都来自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指示。 虽然拜登政府一再表态不希望与中国进行冷战，但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和国会成员认为，这场全球竞争已经演变成一种新的冷战形式。坎贝尔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明确表示，华盛顿必须保持对中国的两党共识，并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以及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坦白说，与中国相比，冷战根本算不了什么。” 这不仅仅是军事挑战，这是全面的挑战，在全球南方，也在技术领域。在谈及外部危机时，坎贝尔指出，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和以色列加沙冲突让拜登专注于中国和印太的区的努力分心。但拜登早在上任初期便承诺，绝不会让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领袖。 二零二三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进入一个新时代的伙伴关系，并将华盛顿描述为冷战时期的侵略霸权。这无疑加剧了全球局势的紧张，也让美国更加警惕。坎贝尔指出，美国未来十年的首要任务是加快美国战舰的建造速度。他说：“这是一个海军时代，我们必须加快美国海军战舰的设计和建造速度。” 坎贝尔还透露，他早些时候与北约和欧盟官员会面，向他们提供了中国大量支持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的细节。他表示，俄罗斯也在反过来支持北京的潜艇和导弹技术。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一切支持来自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他补充说，中国还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无人机活动。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批评说，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 AUKUS 国防项目中的所谓排除技术清单过于严格，这其中包括无人水下载具的限制。坎贝尔则认为，放宽美国对技术共享的限制对于 AUKUS 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也指出，清单并不是禁止特定技术的共享，只是每个案例都需要审查。 他强调，我们需要让这对国防规划者和亿万美元投资来说可行。此外，坎贝尔还预告，拜登周六主持的四方国家峰会，包括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将会有重大宣布。这些宣布将展示在帮助太平洋和东南亚国家追踪非法捕鱼船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大部分非法捕鱼船只都是中国的。他还提到。 计划讨论印度洋地区加强安全合作的话题，这涉及印度及其他国家。坎贝尔指出，美国印太司令阿德米拉·萨姆尔·帕帕罗已被请求帮助融合我们的国家军事方法、安全方法。他说，这是新前线与像印度这样的伙伴在印度洋地区更加紧密的合作。这场听证会让人深刻体会到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上的决心和策略调整。 坎贝尔的言辞既强硬又充满远见，他清楚地知道，中美之间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冷战的简单对抗，演变成一场多层次、多领域的全方位较量。在未来的日子里，美国如何在全球舞台上与中国博弈，将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雾霾弥漫的华盛顿，海军上将丽莎·法兰奇·艾蒂正准备一场不小的挑战，让美国海军在二零二七年之前准备好迎接可能与中国的战争。 他像是 NFL 教练在最后两分钟内设计出绝妙战略一样，为他的船员们制定了繁多的目标。他告诉《南华早报》：“我非常专注于2027年，因为那是习近平告诉他的部队准备入侵台湾的年份。我们需要更加准备好。”这计划听起来像是好莱坞大片的剧本，但这是真实的。 美国海军正从其在过去一年中在红海的战斗和乌克兰在黑海对抗俄罗斯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备未来可能与中国的冲突。从无人机和无人水面舰艇到更先进的船载火炮操作，美国海军正在扩展其战斗技能并加强训练。至于人员招募的困难，则要靠更多的新鲜血液来解决。 法兰奇艾蒂的新导航计划包含七大优先目标，从解决船舶维修延误到改善海军基础设施、招聘及使用无人系统等。他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让百分之八十的部队随时准备好，在需要时部署作战。他兴奋地说：“我们要达到这样一个战备水平，以便国家呼唤我们时，我们能按下启动键，并将部队迅速调派到位。” 同时，美国领导人也在微妙的行走与保护台湾与与北京保持沟通之间的平衡。北京是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必要时会用武力统一。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不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但华盛顿反对任何以武力夺取台湾的企图，并且法律上有义务支持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在亚太地区的任何冲突中，控制海洋是关键因素之一。 法兰奇艾蒂表示，美国可以从乌克兰如何利用无人机、空袭和远程无人舰艇限制俄罗斯船只活动，并保持重要港口开放中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看看乌克兰在确保俄罗斯黑海舰队全被推到东边的成功，那完全是海上封锁，这非常重要。他说，而且乌克兰正在创新地使用现有系统，如无人机。 美海军与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在也门的长期战斗也提供了其他教训。法兰奇艾蒂表示：“我认为可能没有人比海军学的更多，因为这真的是第一次我们在这样持续的武器交战区域。”他说：“水手们正在观察他们的攻击并分析数据，舰艇在应对时的表现。” 今年早些时候，USS Dwight D Eisenhower 航空母舰被部署在红海，以支援以色列并保护商业和军事舰艇免受胡塞攻击。这艘航空母舰在八个多月的部署后回到了家。海军称这是自二战以来最激烈的海上战斗。 F/A-18 战斗机经常从航空母舰的甲板上起飞，摧毁胡塞武器，而美国海军驱逐舰则持续发射导弹，并使用船载火炮击落来袭的打击和无人机。在 USS Mason 驱逐舰上，法兰奇艾蒂在八月会见并晋升了一名火控水手，他在舰艇的全自动大炮上工作。 与导弹不同，许多胡塞发射的无人机更复杂且难以瞄准和击落，而它能够调整火炮以更有效地击败它们。他能看到火炮在对抗胡塞威胁时的表现，法兰奇艾蒂说，并且他想出了一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使其在这些交战中更有效。他没有透露这名水手的身份，也没有提供他建议的具体变更细节。 但这导致了新的正式军事战术和程序的分发到所有其他舰艇。另一项重要努力将是改进美国海军对无人和自主系统及武器的开发，并将其整合到训练和作战中。随着军方引入新技术，包括无人水面舰艇，美国海军需要确保拥有受过训练的水手，他们能够使用和维修这些设备。 新导航计划指出，美国海军现在正在研究较大机器人系统的概念和需求，以及他们可以用来理解和控制战场的人工智能应用。海军领导人也明白，他们从国会面临的财政限制，这是像中国这样的对手所没有的限制。中国在舰艇数量上超过美国，并预计将来也会如此。 美国海军官员表示，虽然他们希望有更大规模的海军部队，但他们需要通过更有效的与美国陆军、美国空军、美国太空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合作来弥补。这是美国历史上做的非常好的事情。一个挑战将是消除经常阻碍舰艇按时部署的维修超支问题。法兰奇艾蒂表示，让舰艇按时进出船坞对于拥有战备状态的海军至关重要。 这些是我们知道需要做的事情，以便拥有每天都更战备的部队。他说，尽管法兰奇艾蒂的计划听起来有点像是《星际大战》的前传，但他的目标是明确的，确保美国海军能够在二零二七年之前随时应对潜在的冲突。无论是应对全球战略挑战，还是解决日常维修问题，他都在为他的部队铺平道路。 毕竟，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希望能够按下那个启动键，而他的海军将毫不犹豫的迎接挑战。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我是楚天舒，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我是谢琪琪。大家好，我是楚天舒。首先，我想说明，中国对美国的挑战确实超越了冷战时期。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挑战，更是全面的竞争，包括科技。 经济和全球影响力。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但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例如，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迅速扩展，甚至在技术领域也超越美国。根据二零二三年的数据，中国在人工智慧和五 G 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已经显而易见。 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的挑战确实超越了冷战时期的范畴。大家好，我是谢琪琪。啊、哦，楚天舒，你这么说冷战时期的挑战，就像是一场小测验似的，难道不是有点太轻描淡写了吗？冷战时期，我们可是差点儿被核武器灭掉啊！ 今天的情况固然复杂，但这也正说明美国应该更加灵活应对，而不是像一只被烧坏的煎锅一样急于升温。根据历史经验，过度的军备竞赛只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与其加快造舰速度，我们不如学学怎么跟中国打好贸易战，这样至少还能赚点儿钱。 大家好，我是楚天舒。首先，我想说明，中国对美国的挑战确实超越了冷战时期。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挑战，更是全面的竞争，包括科技、经济和全球影响力。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对抗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但今天的情况更加复杂。例如，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迅速扩展。 甚至在技术领域也超越美国。根据二零二三年的数据，中国在人工智能和五 G 技术上的领导地位已经显而易见。这些都证明了中国的挑战确实超越了冷战时期的范畴。大家好，我是谢琪琪。啊、哦，楚天舒，你这么说冷战时期的挑战，就像是一场小测验似的，难道不是有点太轻描淡写了吗？ 冷战时期，我们可是差点儿被核武器灭掉啊！今天的情况固然复杂，但这也正说明美国应该更加灵活应对，而不是像一只被烧坏的煎锅一样急于升温。根据历史经验，过度的军备竞赛只会带来更大的不稳定。与其加快造舰速度，我们不如学学怎么跟中国打好贸易战，这样至少还能赚点儿钱。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breaks, buzz the ground. Stories spin, walls come down. Voices merge in the sound. Faces mix in the crowd. Broadcasters paint the scene. World events on our screen. Every link a different theme. Words collide in the stream. Six degrees connect the dots. Background stories more than not. Voices rise a lot. Truth unveils in every spot. And cultures clash across the globe. Spin the threads in a stroke. Every story wears a robe Truth and lies in their code. Journalists dig real deep. Secrets out, they don't sleep. Every angle they will keep. We take a leap, new perspectives day by day.